是吗？我检查看看。我看。掉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擦了？还没啊。哦。拿下来擦哦。哦，好。我给你拍两个视频回来就算了。这个魔毯还有开，真是了不起。看不出来，我要看荧幕才。是很严重的雷电吗？有一点，他又说他6%。小姐，来。看看你的周边，14%看不出来。我觉得还是为求发现。他开了吗？啊？要开机啊！开了，1分20几，二球保险，我验证一次。然后我刚看它电池有是亮灯的、啊，没有，现在什么都没有。你等。有了，现在才有。它都插着。插。它可能自动 off 比较没，自动 on 比较没有。我再看一次，看不出有没有电。我再看一次，没有。有，好，可以。再看一次。看不出来。就这样吧。万一没有的话嘞？那只剩13%了。之前不是。对，走去右边怎么做啊？你说走去哦。这个太容易停了，所以不要冒险，对不对？这个太容易停了，不要冒险，对不对？我说要往右边走一点。对啊，还是干脆走一走吧，不要冒险。还是你要坐魔毯滑过去？这我刚路过看到厕所，超高兴。嗯。我觉得我们可能就会一直做这个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对吗？因为这看起来比左边的稳定。坏吗？而且这边应该拉得回，拉得回上面那一个吗？拉不回去、欸，拉得回去吗？好像拉不回去。但是上面有一个横切的路，就拉得回去，上去才知道。然后这里是馒头练习区。太累太累，我要用脚力。
这种坡度，我已经没有，我已经不能用脚使力滑了，所以我今天也没办法试这个馒头。其实好像没有很快，它也没有变速，那个也没有变速，两个一样慢。但是我想说，这个应该不会有很多人作怪吧？哦，老是被暂停，准备拍照中。嗯，夕阳家，其实它没有在动哎。对啊，它没有营业吧？上去的人会冷死。大概升到在三个柱子以后，我就可以拍到全部了吧？居然还有摩天轮跟游乐园，夏天赚点钱。光那个太阳离我们多远？啊？太阳离我们多远？几光年吗？秒，光秒，十光秒之类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光不是年哦、喔，就是没有到年那么远。这样的对着拍相机不会坏掉吗？大家都要来试一试、啊，很硬的、欸。没有，这应该没有很硬。因为这个坡度很小，我想要拍完整。我就在想哪里才，好像我们并没有拉比较高，因为这个缆车也没有很高，那就下去来拍就可以了。我们刚是不是一直有变慢啊？有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一个都是什么？也是一个有类似的视觉，看不到。雷神的。两根尖尖，这里恐怕就是最高点了吧？他该不会强迫我们往左边滑下去吧？可以往前跑吗？路路前面，秀。什么？哪里？哪边？前面会挡路。嗯。啊。你说什么？那个是女子吧？对啊，左最靠左边是，嗯，
这是女子吗？然后呢，最左边那个叫男女子还是什么？然后右边是女子，看不，我看，所以还预设一次要上车的时间。我觉得刚刚好，刚刚好。就是这次滑下去，然后就去上车了。对，刚好，3:30。要去上对缆车哦。那不就是那个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刚好。滑完了，滑完已经先排队了，我只是比较快进来，但是他是在我前面的。小弟牌，你坐出去哦。我没有坐出去。但是我在这里每次坐缆车，我都那个头盔都会敲到那个柱子一下 ，n 次。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再坐一次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滑到那就好了。滑到那我糟糕，而且在坐滑到，你可以滑到缆车，然后坐上去。上去不要不要，用不着。滑那个绿线有好玩吗？也没有吧。嗯，快要动不了了。对啊。突然就翻过山洞，嗯，搞不清楚。终于搞清楚摩天轮在哪里。来看他们用钢鞭，有啊，钢鞭，这样很钢鞭吧？有啊。都没有，我觉得这种出来玩一天的，我都没有什么好好练习。我刚也没有好好练习啊。不是刚，是今天，整天没有好好练习。我也没有整天好好练习啊。今天逛三展，占的比例比较高一点。我是重复两次以上之后，我就说好吧，来练个什么。他也在认真练一个东西。把拳头放在稍微前面一点点，头微前弯、嗯，反正都是重心的、啊嗯，然后手贴在那里，也许是为了避免那个什么扭动。
这个也在，这车真的动得好慢。嗯。那我们这还要再上一次厕所吗？不用了，就，就去超市。先照小车再说吧。就已经会路过超市啊，那就去啊。会路过是什么意思？沿路都是超市啊。沿路。Coop 啊什么的、啊。手好冷。因为这就是札幌到小樽一路上啊，嗯，对啊，小妞妞好冷，还好我今天调完袜之后，我的小妞妞脚的就没有痛，哦，幸好。忙。我刚刚是走右边下。他说用线围起来，那这次总该可以从左边下来吧？嗯，有人作怪，恰恰，什么 begin 啊 close， 就这样的利用露露，什么叫 begin 啊 close？嗯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爸爸，左边，他怎么走？对啊，对啊，小学校都走了。利用无聊。什么叫利用无聊？是 beginner 的树林吗？哦，那就要走这啊？不要。哦、你想试啊、哦？不是啊，利用无聊，这是波浪啊！你要不要玩波浪啊？你要吗？哦。要吗？好、哦。好。这第一个以后就可以了，那我跟在你后面了，你走吧。我有心理准备，所以我没有到飞起来。过了红线之后往右。
我已经冲过来了，我怎么来得及看得到呢？我已经冲过来，我怎么来得及看得到呢？走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。对啊。好。然后我们的车子有够远的。啊。车在左边，很后面。嗯。